对不起啊。这段时间，我尽顾着忙我自己的事情了，都没有来陪你说话。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咱们的大排档被小黎叔给买回来了，而且临时大排档的牌匾现在又挂回去了。小黎叔他说，这一切都算他入股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他这么说，只是怕我心里难受，才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。还有吧，咱们家的房子，小黎叔也给要回来了。还有你现在的护工小齐，也是小黎叔给找的。咱们现在呀，真的是欠小黎叔太多了。不过爸，你放心，这些钱，我将来一定都会还给他的。虽然我现在失业了，可是咱们还有大排档啊。我和土豆一定会好好的把大排档给经营下去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身体好点了吗？前两天你发烧，我挺担心你的。谢谢你们那天送我去了医院，我现在身体好多了。没啊，如果不是因为欧阳，我们俩还会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不好意思，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事儿，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忙，那我先走了。梅雅，你能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吗？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时常会想起我们两个在法国的日子。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我希望你不要怪欧阳，他是有苦衷的。欧阳选择瞒你，是怕你知道真相后承受不起，所以他才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来保护你。但是我觉得，你有权利知道真相。哎呀，你就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？有什么意思啊？前段时间，欧阳忽然消失。你一定想知道他去哪儿了吧？他去了泰国，去找了杜若楠，你的同胞姐姐。
并且把他带回来跟欧伯伯做了亲子鉴定。鉴定结果为有血缘关系。梅雅，你和杜若楠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。徐思雨，你真的没有必要编造这样的谎言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往后，我是不会再纠缠欧阳的。这不是谎言，就算是撒谎，也是你爸爸在撒谎。这是林叔见欧伯的那天晚上亲自告诉欧伯伯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去问杜若楠，他现在就住在欧家。欧伯和欧阳选择瞒着你，是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会接受不了。欧阳还特意叮嘱我，不让我告诉你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不告诉你的话，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哎呀，你不再是孤儿了，欧伯伯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而欧阳虽然跟你同父异母，但他也是你的亲哥哥。我知道造物弄人，其实我觉得走错了路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刹车。其实亲情比爱情来得更长久。想一想，有欧阳这样的哥哥也是挺好的。我都有点嫉妒你。缘分真的很奇妙，我相信没有人在爱情面前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的内心。我知道我之前伤害了你。哎呀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，还做最好的朋友。你和杜若楠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。爸，可算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就赶紧坐下来吃点东西，刚才你们光顾着喝酒了，都没吃多少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于情于理，我这个做儿子的，在这个时候都不能跟他作对。总之，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喂，你在哪？美雅，我在泰国，有事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妈，妈她怎么样了？妈她挺好的。你也挺好的。我也挺好的。放心吧，都好着呢。喂，有上头啊！还是有钱好啊！志晓哥以前，咱哪敢坐卡座呀？那都是一人一瓶小啤酒，拎着在舞池里边就晃一晚上。这要喝没了，还得再去倒点水。那现在呢？哎，整瓶的 XO， 我拿着吸管喝。你少喝点儿，伤还没好利索呢。若楠，我就知道，你还是挺心疼我的。死一边去！摆清咱俩位置。我是你姐，你是我弟，有的没的别老乱想。可是妈都把你托付给我了。别老妈妈的，那是我妈，不是你妈。妈，您在上面都看见了吧？我跟若楠现在挺好的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不用过苦日子了。您在上面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思雨告诉你的。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你不知道比较好。打算躲我一辈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。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就知道你在分手的时候跟我说的那些狠话都是骗我的，说明我没看错人。虽然老天跟我们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，但是好在我们错得不那么离谱。这段时间我想了无数种
你跟我分手的理由，唯独没有想到的，却变成了事实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决绝地跟我分手。好吧，就让一切回到咱们在飞机上拿错箱子之前吧。你还是那个桀骜不驯的欧阳，我也还是那个满怀热情的林美雅。思雨也没有帮我换头等舱，即便我们两个人真的在飞机上遇到，也只是打一个照面而已。这样，你觉得好吗？而你，原本就是要去思雨的，你们门当户对，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一起的。思雨很兴奋的把你介绍给我，我依然会很激动，但那只是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你太多花边新闻，看到你我还是会很兴奋，我会很兴奋地告诉你，在法国你差一点撞到的那个人是我。我还会很兴奋地告诉你，曾经我们两个人坐过同一班飞机，但是私底下我一定会很严肃地去提醒思雨，让他一定要小心那些网红和模特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记忆都被我更改了。欧阳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走。活着出去，像漂泊的船，我就告诉你，渴望能靠岸在大风浪。那我等着，也不能阻拦，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，从什么时候才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跟人事部签了3个月的试用期合同，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行政助理，负责你工作上的一切大小事务。你别跟我闹了。我没跟你闹。怎么，我总不欢迎啊？欢迎。欧总，这个是今天和明天的行程安排，请过目。思云坐。怎么了？你去找林美雅了。他来找你了。你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他？你不觉得他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吗？他是个成年人，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。况且只有知道真相后，他才能迅速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你们两个也好认清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回到各自正常的生活轨迹当中。我这样做有错吗？她是你的妹妹，我是她未来的嫂子。以后呢，我们两个人都要对她好。你工作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先生，您还满意吗？啊，还不错。啊，这款探界者性价比特别高，它内部搭载的是 2.0T 和 9AT 的超高性能动力系统，而且车顶还有超大的全景天窗。这车多少钱？裸车在16万左右，还是非常超值的。16万？嗯。先生，一看您的品味就非常的好。这款车的外观呢是非常时尚的，科迈罗的外观一直是承袭了50多年的经典之作，棱角分明的前脸设计以及家族式的立体双格栅，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运动气息，而且啊，整体的设计让车型显得更加的霸气。这些我都知道，说点我不知道的。不仅外部好看，而且内饰也相当丰富，有24色的氛围灯，让你感觉更加炫酷，而且还带有方向盘加热以及支持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。不错。美女，您对这车还满意吗？挺满意的。这款车的实际操作感确实很强，尤其是加速中的推背感，会让驾驶者拥有相当不错的体验。科迈罗自带车载蓝牙，这样就可以通过车内显示屏播放音乐、接打电话，既安全又方便。同时，内置的24色氛围灯、无线手机充电、电加热方向盘，就算是冬天开车也会感觉特别舒适。那您看，您对这车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就它吧。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，但是当我看见欧阳的眼泪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本准备独自承受这一切的他，比我更痛苦，也比我更勇敢。我不想让他独自一个人漂泊在大海上，那么的孤独无助。我现在唯一能够帮到他的，
就是让他看见我没有被打倒，我过得很好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奔向那座小岛，我们才能回到各自原本的轨道，一切安好。苏子杰，啊，你觉得这车怎么样？好，这可惜我没有那么有钱的老爹呀。那你有我呀，我送你。你送我算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成吃软饭的了吗？行，硬气上了是吧？哎，在这事儿上我必须得硬气起来，这人生中第一辆车我必须得自己奋斗。好。杜小姐，您刚才试驾的那辆车你还满意吗？在哪儿刷卡？这边请。科迈罗就是牛啊，听你发动机声音都好听。啥时候没事了你借我开开呗。想开随时。最后一道菜啦。还有啊。我真的已经吃不进去了，我撑得眼睛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谁让你吃那么多的？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尝尝这个。好吧，那我再吃最后一口啊。嗯，小心烫啊。嗯，味道特别棒，真的。好了好了，快点打分。焖鸡块4个，小龙虾香辣味、孜然味、麻辣味，你都只打了4颗星，那我是不是不能把它们作为主厨推荐菜啊？可以啊，完全可以推荐。我打4颗星呢，是因为有1颗星折在你这环境上了，所以没有打5颗星。好吧。那就剩下的这些菜你都只打了3颗星，是不是我还需要有改进的地方？不用，完全不用改进。我打3颗星是因为我不爱吃这些菜，这要是搁别人炒的1颗星都不给。嗯，那就谢谢黎薇薇小姐赏光尝菜。我的荣幸。跟你说啊，薇薇，土豆哥他才是真的得我爸真传呢，他炒菜可好吃了，有机会让他给你炒2道菜，你好好尝尝。我今天呢也就只是试试手，等大排档忙起来了，我也能帮帮忙。薇呀，我觉得你今天哪儿不一样了呢？有吗？有啊。他怎么来了？咱俩能换个地方聊一聊吗？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，我和你之间没什么需要背着人的。
好久不见了，过得好吗？嗯，挺好。我听说你被欧氏开除了，我是想我认识一些朋友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介绍几份面试的资源给你。我相信你在别的公司里也可以做得很好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现在在这儿干嘛？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哎，我是林美雅的好朋友，我来帮他试菜的。怎么了？如果你来这儿是跟我闲聊的话，你还是走吧。我不是来闲聊的。夏雅，我们能不能回到过去那个样子？陈哲，你出门忘吃药了吧你？我在跟他说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林美雅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事情。我警告你，说话客气一点，尤其是对女孩子，这里非常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如果我不是欧长林的女儿，你还会回来找我吗？曾经这里是我们俩最美好的地方，但是那个陈哲不是你，你变了。请你离开这里。这样背着，愿意啊。爸，哎，陈哲说他愿意一直这样背着我，我老了他也背着我。好，哎，赶紧过来，妈妈走，今天早上出去快。美雅，你是欧伯伯的女儿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哥，这事儿你也知道了？谁告诉你的？徐思雨。徐思雨，他高兴死了吧？
欧阳现在名正言顺成了他的了。欧阳现在跟谁在一起，跟我都没有关系了。陈哲这个大混蛋，他当初抛弃你，不就是为了攀上欧瑞姐这个高枝吗？结果现在发现你才是真正欧家的女儿，这又瞬间跑回来找你了。我的天，瞬间呢？薇薇，梅雅，你最近身上发生这么多事儿，你都没有被打垮，还坦然接受，还那么淡然自若的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。那我能怎么样啊？我爸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，他只有我，所以我不能倒下。我要再萎靡不振，我太对不起他了，也对不起你哥帮了我那么多。梅雅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对你的帮助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。林叔叔是你的亲人，也是我们的，明白吗？对呀，梅雅，你还有我们呢。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去欧市。情的人